今天我们选的讲题是这些年来我们也常常读诵古兰经跟这个新旧约基督教、伊斯兰教啊，跟我的语言很深。我在念初中的时候，就跟他们接触，有非常好的印象。啊，我也对他们呢。也非常的尊重啊，欢喜啊，尤其是伊斯兰教，而对于佛教呢，实在讲呢，是很陌生啊，因为小时候。常常上教堂啊，清真寺有讲经的，有讲道的啊，有讲道啊，所以常常啊去听听道理啊，那么也常常看到他们记录的这个经文的卡片啊，所以对他们的经教产生仰慕之心。那为什么对于佛教很陌生呢？啊，佛教确实也有讲经的法师大德，太少了。啊，在民国初年，只有几个大都市里面的大寺庙啊。偶尔有法师讲经啊，不常遇到的。那么像我们居住小城市啊，尤其是住在像这个农村偏僻地方啊，寺庙是不少啊，我们那个很小的这个小镇呢就有两个寺庙啊，但是从来没有听说讲经的啊，只有念经做法会呀，做佛事啊，于是我们就误会呀，这是迷信啊。那么这个错误的概念呢，真的是根深蒂固啊，影响到我们十几年，将近二十年了，不肯进佛门啊，偶尔是观光旅游去看看啊，一直到我在台湾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那么方老师教我的课程是分好几个单元啊，西洋哲学、印度哲学啊、中国老庄哲学、儒家哲学啊，这个到阳明哲学分了好几个单元，最后给我讲的是佛经哲学，我非常惊讶，这佛经怎么会是哲学啊？他告诉我，他说佛经不但是哲学，而且所有哲学里面最高的，
学佛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是经过他的介绍，回过头来了，啊，对这个佛教啊才另眼相看。啊，于是这个时候，啊，真的是有心去逛寺庙了。啊，逛寺庙目的何在呢？目的是借经书来看，啊，我们了解，啊，这个佛教的形式啊，跟它的实质啊不一样，啊，形式真的是个迷信，啊，实质啊，它是高等的哲学，啊，所以我们借书，啊，只有在寺庙里面才能够借到啊。佛经，啊，那个时候佛经没有流通抄写，啊，我们自己抄写，啊，跟着老师学习，啊，那么老师完全从哲学的观点来为我们解释，啊，这样就入佛门了，啊，入佛门之后，啊，对宗教逐渐逐渐深入，而对于这个古兰经呢跟新旧约我还是很喜欢，还是常常去读诵，啊，所以早年我在新加坡讲过玫瑰经，啊，在天主教的学校讲的，啊，受时间的限制，啊，好像是只有2个小时，啊，这是很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啊，听说现在这个光碟呢也在天主教流通，啊，很难得，啊，我说大家要欢喜的话呢，我会另外找一个时间呢，详详细细好好的讲一遍，啊，提供大家做参考，啊，那么今天的讲题古兰经的心得报告，啊，古兰经确实，啊，我是很认真的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是中文译本，啊，它的分量，啊，要跟其他宗教比呢，啊，比较少，啊，没有新旧约那么多，啊，这里面的内容我很关心，啊，也很爱好，那么他究竟讲的是什么？我在经典里面揭露了几句，啊，非常简单，非常扼要，算是我读古兰的心得，啊，提出来向大家请教。古兰经最重要的是六性，啊，这是它的根本，正如同大乘经教里头佛常讲的，性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事出世间法，无论是哪一法，都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啊，如果你不信你就不能成就，啊，我们今天学佛的同学很多，为什么有很多出家在家修学多少年没成就？什么原因？不信。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是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讲的。那我们细细去玩味这句话，有道理啊！啊，确确实实不信了。啊，我这一生
是几乎是天天都在讲经，啊，除了旅行，旅行都是很重要的事情，不是重要的事情，我不出门呐。那除旅行之外的时候，我几乎每天都在讲经，讲了46年了，啊，跟在我周边的这些人，啊，出家也好，在家也好。信不信呢？不信。啊，所以前天悟平师来问我，啊，来质问我为什么我要常常这样讲法？啊，我就给他说了，啊，真的不信呐。啊，信了啊，没有做不到。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放的是一块黄金，块放的是一块沙土。啊，现在我说，我这个两堆呀，我送一堆给你。你如果真的这个认识黄金，相信黄金价值高，那你一定取这个吗？你不会取泥沙吗？泥沙一文不值吗？这个道理很简单，所以你信了，你一定去的。啊，你不愿意去的，你不信嘛。那么佛法教学基本是什么呢？基本是十善业道啊。啊，这是佛法里头的根本法了。啊，佛法是从这个地方建立起来的。你信不信？那这个我信，你的信是口里嘴皮上信，心里不信，啊，你的心口不一啊。如果真信呢，真信你一定做到，你做到得大利益了，啊，你身口意三业清净。这还得了？啊，纵然我们没有见性，没有修行的功夫，啊，人只要到三业清净，你许是所修的善因，三业清净是善缘，因缘会合。善的果报就现前，啊，这善的果报是什么呢？总不外乎，啊，聪明智慧、福德、健康长寿，啊，换一句话说呢，福慧它就现前，啊，如果在依照经教来修行，那就好，那你的福慧增长。啊，增长到一定的程度，那超凡入圣。这个利益太大了。啊，为什么不肯做呢？不信。啊，所以这信不是容易死啊。啊，谁信了，谁就成就。这个净宗同修念佛求生净土，啊，净土里头三自量，三个条件，头一个是心，第二个是愿，第三个是心，心愿心呐，啊。我在讲经过去曾经讲过，心愿心三个字，并不是只有净土宗，啊，修学必须的三个纲领，其实任何法门。乃至于世间一切法，你要想成就，都是在心愿心上。啊，欧益大师在要解里面也给我们讲六个心。啊，心自、心他、
姓氏、姓李、姓殷、姓郭。啊，那我们看这个伊斯兰，啊，伊斯兰我们知道，在形象上来说，它是全世界宗教里面最团结的。啊，伊斯兰教从出生跟着父母就相信的，父母就教啊。啊，伊斯兰教跟其他的这个宗教通不通婚呢？可以通婚，但是有条件。你通婚的时候，无论是男方是女方，啊，女方是嫁给穆斯林。啊，男方呢是娶穆斯林的妇女为妻子。啊，他有个条件，必须放弃你的宗教，你要去相信伊斯兰教。啊，如果这个女孩子是伊斯兰教，你想娶她为妻，你就要去信奉伊斯兰教。啊，这才可以，她才能嫁你。啊，伊斯兰教娶其他的妇女，这个妇女要加入伊斯兰教，啊，不加入伊斯兰教就不能够结婚。啊，这是他们的教规，所以他这是一个凝聚团结的大力量啊！啊，这个世间有多少意思？穆斯林啊，多少人的时候，那他的信徒就多少。啊，生下来小孩从生下来就是穆斯林，啊，这个团结的邻居的力量非常雄厚，啊，他们尊奉古兰经的教诲，啊，生活要遵守它，工作要遵守，处事待人接物通通都要遵守这里面的教条。这个教条好不好呢？好，你看了之后你就知道。啊，那么他六个姓，姓安娜，姓天使，姓经典，姓使者，姓后世，姓末日。啊，这六个姓呢，这是他们信仰的基础，是他们信仰的根本。啊，安娜，这是阿拉伯语。啊，我们一般这个把它翻作上帝，翻作真主。啊，那么在中国伊斯兰教里头用真主啊用的最多，啊，古兰经里面讲真主啊，啊，真主是宇宙的创造者，啊，这个整个宇宙从哪来的？真主造的，啊，跟这个新旧约里面所讲的，啊，上帝、神造这个世界。啊，造人造宇宙万物几乎是相同的说法。啊，我跟许多宗教往来，啊，那往来的次数多了，啊，彼此变成好朋友，就像一家人一样坐下来没有忌讳，什么都可以谈。啊，我就给他谈到了咱们每一个教里面都有一个真神，都认为我这个真神呢是真的，其他的那个宗教里的神呢那不是真的。啊，我们这个真神在造世界。啊，我们大家在一起，啊，我们就提出来了，这
造宇宙啊，总是一个真神的，啊，宇宙之间唯一的一个真神，啊，这造宇宙的，啊，你说是你的真神，他说是他的真神，到底是哪个真神？是不是这么多真神大家合起来共同来造的呢？那这个我们在一起可以讨论的。啊，然后我就问他们，你们相不相信真神有究竟圆满的智慧？这是相信，啊，没有否认的。真神有大神通，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你相不相信呢？那相信。那既无大神通啊，这个真神一定能够变化，啊，他能够分身，能够变种种不同的神像。那这个大家相信，啊，我说那这就容易解决了。这个大乘经里面呢，像这个《法华经》普门品讲观世音菩萨啊，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应以佛身得度呢，现佛身。应以孔子身得度，他就现孔子身。啊，应以上帝身得度，他就现上帝身；应以真主身得度，他就现真主身。你们同不同意这个看法？哎，大家都同意啊。所以，我们所信仰宗教不同啊，其实是一个神。啊，一个神，在各个不同的地区。从前交通不方便，资讯不没有，不要说不发达了，根本就没有。啊，许许多多人居住在这个一个地方，老死不相往来。啊，这是从前的社会呀。神要普度这些众生，那在哪一个地区，他在那个地区现同样的身。啊，用同样的形象、同样的言语去教化那个地方众生。啊，所以在中国实现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实现这些。啊，在印度这就实现释迦牟尼啊。啊，这个经常讲的，跟从释迦牟尼佛身边这些大弟子。啊，这些菩萨啊，这些声闻缘觉啊，这真主变化的，真主实现的啊，在伊斯兰教就变成了穆罕默德，在基督教就变成摩西啊，变成耶稣啊，一个人，一个神呐、啊，这个观念。在现在许许多多宗教能接受，啊！我第一次到日本去访问的时候，日本人没有这个思想，啊！日本有两位法师啊，到新加坡来看我，我给他们谈这个，他们也点头说：“法师，这个很难的，日本人从来没有这种思想啊。”啊！我到日本之后，这个。这住山长老他们合起来请我吃饭，在开欢迎会，啊，我在里面就把我这个看法想法向大家报告，哎，没想到都能接受，这出乎意料之外，一点障碍都没有。啊，到印度尼西亚了，给他们这个全国各个宗教这个代表谈话都认同。好
好事情啊！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呀！啊，在日本，我访问了一位老和尚，啊，这是日本的国宝啊，中村康隆，今年100岁。啊，我这一次去日本的时候啊，又去拜访他，啊，非常欢喜。我第一次去拜访他的时候，3年之前，那个时候他97岁。啊，我第一次4年前第一次。啊，他接见我的时候告诉我，哎，他说净空法师，全世界所有宗教的创教人呐，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啊。我听了很欢喜啊！我离开的时候，他这个寺院里面好像是管总务的啊，一位法师来告诉我，哎，他说净空法师，我们老和尚一生从来没说过这个话了。哎，他今天跟你说这个话很奇怪啊。啊，老和尚知道啊，我在国际上的时候啊，接触许许多多宗教啊，我们希望宗教能够合作。应当合作，啊，互相尊重，互相敬爱，啊，我们手连手，心连心，为这个世界化解冲突，促进安定和平。这个理念也是共同的，没有一个反对。啊，那么在佛教里面，佛教确实，佛教没有说神，没有说上帝。啊，佛教里的虽然讲神讲上帝，但它不是造物主。啊，它还是属于众生，六道里头有天神，啊，有鬼神。啊，它不是造物主。啊，那佛教里头有没有讲到造物主呢？有，啊，造物主是什么呢？法性，啊，《华严》《圆觉》这些大经都说，啊，宇宙从哪里来的？众生从哪里来的？佛法上讲虚空法界啊，讲十法界，华严里面讲华严世界，讲华藏世界中啊，这个东西从哪里来？华严经上讲啊，唯心所现的，为时所变啊，所以华严讲的时候，这个宇宙来自心现识变，一真法界是心现的，设法界是识变的啊，这个心是讲的真心，识是讲的妄心，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妄想分别执着，啊，妄想分别执着，这是，啊，它能变呐，啊，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啊，十法界再变的时候，就变成无量无边的法界，
上，所以大经啊，佛常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的。啊，那我们就知道了。各个宗教里面讲的神，讲的上帝，伊斯兰教讲的安娜，就是佛法讲的法性的，啊，或者讲佛性，或者讲法身。啊，法身没有形象，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能现一切形象，啊，现的形象就是时空宇宙啊，啊，这变法界、虚空界，一切刹土众生，形现是变的。啊，谁的心呢？自己的心。自己的事啊，我们自己的心跟别人的心，跟十法界的心，这个众生的心，跟诸佛如来的心，跟上帝跟神的心是一个心啊。大乘教里面讲的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一心，一智慧，立无为也然。这讲得好啊！啊，立是实力，无为是四无为。啊，这是讲究竟佛国显示出称性的智慧德能。圆满具足啊，一丝毫欠缺都没有啊！啊，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了，我们所有一切众生个个具足啊，所以《华严圆觉》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那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呢？佛说了，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我们的麻烦毛病出在哪呢？出在你有妄想分别之处。妄想大乘教里头也叫做无明烦恼啊，妄想是无明烦恼啊。分别呢也叫做尘沙烦恼，执着也叫做见思烦恼啊。实在讲这个烦恼无量无边呐，总不出这三大类。这个三大类本来没有啊，所以叫妄啊，不是真的 啊你误会呀，以为它是真的啊。所以佛在经上常常用比喻来说，比喻最多的是叫梦境。啊，永嘉禅道歌里面讲的是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这说得好。啊，佛在金刚般若里面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不是真的。啊，我们这个讲是真的吗？你以为是真的，你看错了。看错了你就想错了，那你也说错了，你也做错了，要造业啊。你造业呢能改变现前的环境啊？为什么呢？现前环境从心想生啊，你心里面想的是善，这个你这个环境就变得善，世界就善啊。你心里想的不善呢，这个世界就不善啊。所以十法界一真庄严真的是从心想生啊，离开心想没有啊，离开心想是就好像做梦醒过来了啊，觉后空空无大千，那个大千就是十法界
啊，觉悟之后啊，只有一真法界啊，所以那个叫真，设法界是假的啊。我们今天都在做梦，没醒过来啊，把这个梦中境界当作真的，这亏吃大了啊！诸佛菩萨这些神圣教诲没有别的啊，希望我们把我们从梦中啊叫醒。回归到发心，回归到一真呢，这个教育就圆满了。啊，随心安那，啊，安那呢？我这个底下有个简单解释：佛法里面成为法身，宇宙万有的离体啊，在哲学里面讲的本体啊，后面所说的呢，那都是现象啊，这是本体，能生能现啊。那么这个就不能细说了，那细说的是那很长很长的时间。我们在讲华严的时候对这个说得很详细，用了很多的时间啊，说明这个事实真相啊。你要是真正明白了，真正透彻了，你自然放下，你身心清净，一尘不染啊。为什么你会放下呢？因为它是虚妄的，它不是真的。包括我们现在的身体，身体也不是真的啊。当然不能够糟蹋它，你也不能太过分的看重它，你看重它错了，它不是真的啊。佛门里面常讲借假修真啊，假身是假，环境是假，环境里面有人事环境，有物质环境，都是假啊。所以梦中佛寺，水月道场啊，啊，你从这些教诲呀，你细细的去揣摩，你去体会，你去明白了啊。所以在一切假的境界里面，我们怎样生活呢？怎样相处呢？佛告我们讲随缘啊，随缘就好了啊。我们明白了，许多人他还不明白啊，他还没有回头啊，还没觉悟啊啊。我们上随顺诸佛如来，下随顺六道众生。啊，你会随顺呢，心地永远保持清净，一尘不染，这叫大自在啊。没有染污，清净心生智慧。金刚经上说得好啊，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实相就是般若智慧啊，智慧在通达明了啊，啊，智慧是照见的啊，照见宇宙万有的离体啊，这就是讲说，你就证得了清净法身，契入境界了，古兰经上讲的安那。第二个心，天使，天使相当于大乘教里面讲的报身啊，报身有自受用，有他受用啊。自受用是智慧，报身是智身啊。
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现前了。啊，现在我们的般若智慧到哪去了？给诸位说，智慧并没有失掉，没消失，没消失啊，不起作用。为什么不起作用？它上面有东西把它障碍住了。啊，这个障碍就是烦恼，就是习气。啊，三大类的烦恼：妄想、分别、执着。啊，就是一般大乘教里面所讲的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啊，一直有这些东西，你的智慧不能现前的。你的智慧跟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跟十方一切诸佛如来一样啊，没有丝毫差别。啊，诸佛如来能够讲一切经，这千经万论，你也能讲一切经啊！啊，无量无边经典呢，都从你自信里流出来啊，你这个东西障碍，只要把障碍去掉，那问题解决了。所以这个事情，障碍是你自己造成，还要你自己来解决。啊，正是中国谚语所说的“解铃还需系铃人”，不是别人给你造成障碍，是你自己造成障碍。啊，所以诸佛菩萨、一切神圣，他对我们的帮忙，只能够说把这个桩事实讲清楚、讲明白。啊，我们本来具足无量智慧、德能、才艺、福报，这世间人所求的福报，佛家讲相好，相好就是福报，无量无边呐，永远用不尽呐。你是怎样现成的，但是你就拿不出来，你就不起作用。你是这个东西多痛苦啊！那么拿不出作用，就这三种障碍。所以佛教我没别的，你只要把这三种障碍除掉，你除掉一分，你的信德啊就透一分。你除掉两分就透两分。啊，经教里面佛说的好啊，如果我们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轮回就没有了，是六道就没有了。啊，六道最重要的就是执着啊，见思烦恼。如果与世俗世间一切法都不分别了，不但执着者不执着，分别的念头都没有了，那十法界就没有了。如果说再能够把妄想也断掉了，妄想很难断，妄想破一品，你就入一真法界了。这个时候你就跟究竟果位的如来啊就见面了。啊，这个时候只有心现，没有识别。啊，那么在一真法界里面还有阶级啊。这个阶级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你那个妄想啊有轻重不相同啊，妄想重的你的地位就低，妄想少的你地位就高啊。所以说四十一品无明啊，就是无明就是妄想啊，把妄想分作四十一个等级啊，去掉一分你的地位就升一分。四十一品这个妄想统统断尽了，你
你真的是究竟圆满的果位。天台家讲的究竟佛啊，那没有完全断尽呢，那不是究竟佛啊，那叫分正佛，是真佛，不是假的啊。你在一分一分证得，你没有证得圆满分正佛啊。所以在大乘教、圆教、初住菩萨就是分正佛了啊，这破一品五品啊，四十一品呢才破一品啊，慢慢提升啊，再破两品他就证二住啊，三住、四住到十住，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妙觉是究竟佛，这个报身是天使啊，啊，所以报身啊，自受用，这是在一真法界里修行，不断的提升自己境界，这自受用，同时呢，又帮助啊，十法界里面众生，啊，跟十法界众生感应道交，哪里有感，他哪里就有应。啊，像观世音菩萨了。千处祈求千处应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得大自在啊，他受用啊，遍法界虚空界无处不现身啊，他来帮助这一切众生，决定现众生同类身，他才能帮得上忙啊！如果现的是不同类身呢，那就帮不上忙了。啊，一定现同类身。啊，到人间来一定现人身，到中国来一定现中国人身。啊，我在前几年在马来西亚了，好像是。在这个马六甲啊，见到一个缅甸的寺庙，我进去拜佛，这个大殿里面供的是释迦牟尼佛，一共有30多尊啊，玉佛30多尊，通通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那个面孔都不一样哦，仔细一看，啊，它下面还有说明。哦，原来一看说明，哦，这个像是印度的像，印度人。啊，那个像呢，西藏人。啊，这个像呢，缅甸人，那个像呢，吉普赛人。啊，这个像是泰国人，有中国人、越南人、日本人、韩国人。哦，这是什么？释迦牟尼佛在每一个族群里面现不同的形象，这个大殿很有味道啊，给人很有启发性。一尊佛现种种不同身呐，度种种不同的族群呐，正确的啊，这是早年。这是从十几年、20年前的样子了。啊，我在迈阿密讲经，啊，我看到听众很多是当地人、美国人，啊，我们有个很好的翻译，啊，我就给他们说了，佛教没到美国来。他们都很惊讶，这法师，这佛教在我们美国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你怎么说美国没有佛教？我说是啊，你们看看佛像、菩萨像，哪一个菩萨、哪一个佛像是你们美国人的面孔？哦，他们听到这个，哎，
呆住了。你看看，中国塑的佛像，中国人的面孔；日本人，你看塑的佛像，日本人面孔；啊，西藏人的佛像，那就是西藏人面孔；泰国的佛像是泰国的面孔。我说你们，我在你们美国，很多道场我都去看看，看过，从来没有看过一尊佛像、一尊菩萨像是美国人的面孔。因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呐、啊？佛菩萨没有现美国人的面孔啊！啊，我这一说，他们才明白了。所以我在美国达拉斯建了一个道场。啊，我们道场里面供的佛像呢，啊，我就想到一定要用美国人的面孔。啊，我是找的，有这么一个想法，啊，找人呢来造像。啊，正好，有一次我要到美国去，头一天的晚上。有一个人不知道是什么人，一直到现在都不知道，送了一卷东西给我。送了之后，这人就走了。啊，什么人送你不知道？打开了一看呢，是油画，西方三圣。啊，一直到今天找不到失主。啊，我们现在供在美国道场。阿弥陀佛的像呢是印度人，啊，那个面孔是印度人，观音菩萨是中国人，大势至菩萨是美国人，我看了很欢喜，很难得，啊，我的想象当中应当是，这个阿弥陀佛、观音、势至，通通是美国人的面孔，结果看了不是的，啊，这个佛像是印度面孔，啊，观音是中国人。大师至是美国人也好，也很难得，总是有一个美国面孔了。啊，这是表法的意思。啊，这报身呢，他受用身的。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你懂得这个道理，你才晓得，不但是我们地球，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我们讲是宗教也好。啊，神圣也好，都是心先识别。啊，一定是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应以什么神得度，自自然然就现这个神。啊，这是从哪里现的呢？是从我们体性上现，我们的性识上现的。啊，心能现呢，识能变。啊，变跟我们现在一样的身份，一样的面貌。啊，我们见到生欢喜心啊。啊，第三个信经典，经典是圣教，是伦常道德的学习。啊，这真的一点都不假。啊，读佛经如是。读道家的经也如是，啊，儒家就更不必说了。你再看看古兰经，古兰经有伦理道德；你再看新旧约，新旧约里头也有。世间所有宗教的典籍都讲到孝亲。都讲到要敬神啊，那么现在有很多就是解说不一样，有很多人误会，以为神哦是一个真正一个神的样子，有形象的，这个错了。现在很多宗教讲法都改了。天主教的、基督教的啊，这些传教士，啊，这个高明的传教士，啊，伊斯兰教也是如此，啊，真神呢，没有形状，啊，
没有身体，真神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这就跟佛法讲的法性一样嘛，法性便在一切处嘛，一切众生即过度嘛，啊，这就对了，啊，所以这是我们的看法、想法、说法都相同啊。所以经典是神圣的教诲。啊，伦常是道德了，啊，道是大自然的法则，不是人造的，不是哪一个人的学术，不是哪一个人的发明，啊，自然而然，法而如是啊。我们的学习要跟道相应，就是德。啊，人能行道德了，整个宇宙和谐。整个宇宙啊是一体啊。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休息10分钟。